由张家和来发球，先做了一个 double drag， 我赶快发进来哦。对，给外围切入摆脱中距离，哦，还有一点点的时间，但是没有暂停了。哇，这场比赛台湾银行完成了大逆转，台湾银行大逆转获胜，在前半段落后到两位数的情况下，最后这场比赛是由台湾银行篮球队来带走胜利。只能说这整个第四节啊，真的太不可思议啊！可惜在最后这三分钟啊，台湾银行的整个反攻，哦，可以说是完全展现了他们的团队的韧性。关键一投是林柏威把握住机会了。我们就是做我们平常练球的东西呈现出来，我们分数就会一直慢慢推上去，然后一直做团队要的东西，然后我们一定可以赢下这场胜利。那今天你个人表现相当不错，当然也投进了最。